在鹿港民俗博物馆附近，因为有两个大水池，过去常常发生意外。地处当地有捕鱼池的风俗，由附近三间的砖头庙联合举办祭典。今年普渡日子是定在了旧历的八月二七，其中参与祭典的石下家复兴宫，今年副炉主是对日本来的新住民德木比利，伊也表示讲有机会体验到台湾的庙宇文化，是真难得的经验。鹿港民俗博物馆，也就是古甲洋楼，即阵看过去拢是绿地。不过，陈廷宝画家1933年画的鹿港古甲集北图，也会当看到当初有水池的模样。早前因为常常发生有人跋落水的意外，所以当地有捕鱼池的风俗。威虎王爷就即个所在叫石下街，啊，伊较早是鹿港要去彰化的一个古路，啊，古路的边啊有一个巨大的水池，啊，所以这。这个庙较特别的所在，就是以前八月还是九月的时阵，这附近的王爷只是捕鱼池。虽讲这阵水池已经吞并，变作绿地，但是当地也继续传承祭古的传统，由附近三间砖头庙做伙举办普渡。今年普渡的日子定在旧历八月二七。其中参与祭典的石下家复兴宫，今年的副炉主是来自日本的新住民沙瓦基米萨多。私ワンイエのことアゴンって呼んでるんですけど、アゴンと自分が話しているような気分になってます。温喜就推荐大家来庙里来参加我们在地的文化。梅里也常常带就是日本朋友来，就是参访庙里的文化。他自己很喜欢庙里的文化，就是给他很多安全感啊，就接地气的感觉。沙瓦基米沙托表示，台湾的庙事文化甲地方发展有真密的关系。除了会带朋友来庙里拜拜，伊卖伫庙埕举办活动，希望让更侪人来庙里行大，认识台湾的民间信仰。记者杨淑晴，彰化报道。